我小时候呢，觉得自己骨骼清奇，别人骑老款自行车都是跨过去，而我是把腿拐过去踩。请问我的骨骼是不是很清奇呀？小伙子，你这下肯定摔得挺惨。天赋这种事儿很难说啊，更多的情况是要靠后天。你看我二十几年没理发了，别说长发髻啊，我都能绕地球一圈了。大姑娘，这要是晚上的，你还不得把人给吓死了？对男生而言，让女朋友生气才是可怕的。不小心把女朋友生日蛋糕打翻在地上了，为了不挨打，我含着泪吃完了。朋友，筷子夹蛋糕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的。在学校别只顾着吃吃吃，学习才是正道。你别问我为什么不去自习室，我敢去吗？啊，那里俨然成为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江湖，重战者杀。别忘了，咱们是读书人，别动不动就要打要杀的，行吗？啊。知识是硬道理，品质也一样。买我们家的化肥吧，你在化肥包装袋里撒一颗种子，这种环境都能发芽，怕了吗？感觉回家搞种植业都能发家致富了。一个顾家的人肯定懂得什么是节俭，但是大妈，你把洗衣粉倒在小区广场的喷泉里，你是打算在这里洗衣服吗？啊？喷泉已经吐了一晚上的泡泡了，是不是要急救啊？你们还是先救救我吧，我那犯傻的主人没事把我抛来抛去的，现在好了啊，过去的美好都回不去了吧。目测我只能租一架飞机把你给接回来了。哎，我说姚明先生，请问这伞是你挂的吗？很难想象这把伞经历了什么，为什么它会被挂到那么高的电线上去。伞啊，你要是长了脚你就自己跳下来吧，给我们表演一个高空跳伞，严谨一点说应该是高空伞跳吧。不过为了节目效果呢，咱们是换了一个比较幽默的表达方式。